早上6:34录制了一个梦啊。刚才做了一个梦啊，梦见一只鸡倒在鸡窝里面，挣扎了两下，不是，它鸡窝在外面，它往里面拱的时候卡在里面，倒在，后来我看倒在那边，我一看是没水喝了，我就连忙给它倒点水的时候，鸡的头变成猫的头了，在那边喝水。哎呀，我想这水把水拿掉了，然后鸡口渴了，差点死了。我急急忙忙就要给它喝水，这个梦见了这个。啊，现在魔啊，现在快速的离开地球啊，魔趁着那个，魔趁着核动力飞行机啊，哐哐离开地球的时候，把高空的温度啊搞得很高啊，把高空的温度，搞得很高啊，所以这个温度搞得很高，可能，会影响接下来几个月的气温啊，会影响来接下来几个月的气温哦，到底怎么影响法？还没开始评估啊，还没开始评估。总之一句话，现在高空当中的温度比较高啊，高空当中温度比较高，以前那个高空，温度是比较低的啊，现在高空温度比较高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，好那我知道了啊，那我知道了，那这个梦有什么关系呢？哦，上面提到一只鸡啊，没水喝，口渴哦。应该口渴，温度高比较容易口渴吧？可能这里有点相关性吧。反正这个要讲的是高空温度比较高，是因为魔的飞行器，飞离地球引起的，是这么一个状况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